嘛山不平，怒呀嘛怒不平，你不平爱他不平，烦恼都在心，事儿呀嘛事儿不平，心呀嘛心不平，熟了，哎，再给我灌一葫芦，灌一葫芦，好。啊，好茶呀，是吧？哎，把葫芦给我，葫芦给我。哎呦，你这么着急呀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我还要赶路啊，去晚了呀，就多一个冤魂，少一场热闹喽。哦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师傅走好啊，这个大师傅。哎呀，你看我光顾赶路，忘了给钱嘞。算了算了。哎，拿着拿着，给，拿着。哎，大师傅走好啊。买饴糖了啊，又香又甜的饴糖啊，赶快来买啊。哎，又香又甜的饴糖，哎，小朋友赶快来买啊。哎，给我一根。好，这一根我要吃糖。哎，我要好，我也要吃糖。哎，妈，我要吃糖，我要买糖吃。好，给我一根，给我一根啊。好，黄的，好，好，红的，好，给我，给我。你真讨厌，抢我的干嘛呀？这个是我的，全给我。好的，好，别急啊。好，那好。哎，好好好，都有都有啊。哎，别急别急啊。我要那个黄的，黄的给我啊，给我了，给我了，该我了。哎，别急别急，都有啊。这个是我的，都有都有。好，这是给你的，哎，这是给你的啊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哦，不急不急啊，都有都有。好，拿好，好，拿好，拿好，好，这是我的，真甜。娘，我要吃糖。我要吃糖。哎呀，出去。我要吗？我要吗？娘，我要吃糖。出去。苏大哥，别怪我，虽然你是冤枉的，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。哎，黄的哈，哎，拿好，哎，拿好，拿好。我想要一个，哎，给我，给我，好好好，给我了，哎，这是我的。
的，谢了谢了，谢谢施主啊！哎呀，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，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，就僵住了。你给我钱呢？啊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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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嘛算你施舍的。啊，现在我再买五根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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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买这么多糖啊！啊，我要有。给钱，给钱了，快！啊，我都买光了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那好，哎耶，再来再来再来！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！和尚爷爷慢走，好好好。咦，嘿嘿，要不要？要。嗯，谢谢和尚爷爷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毛，你叫什么？哎，我的名字啊，你可记不住，说起来长嘞。不可能，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。哈哈，好，那你听着啊，叫刀下留人。这太容易了，刀下留神。哎，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。哎，你想不想吃糖？想。哎，好，记住了，叫一声就有糖吃啊。好。叫一声。刀下留人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走。跟我走，来。苏大哥，我不能送你上路，只能在这里敬你一句，情缘仇怨，你我只有来世再续了。前程不远，黄泉路尽，圣人名叫，就此别了。三娘，三娘，小生对不起你，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。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。哎呀，读书人斯文扫地哦。哎，年轻变得怪可惜的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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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老爷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啊！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大进啊！无家无口，无亲无友，这人生最后一站，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。去吧，好，快些。哎呀，老爷啊，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，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？老爷我一生清廉，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，还可以省得养轿夫、养骡、养马、养驴的。不过嘛，囚犯坐那个车，你也坐这个车，你就不怕犯纪呀？哎，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，就不会坐那个车。要不然呢，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。说得有理。不过嘛，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，你老爷也要留神哦。走走走，我们去送去送去送。哎呀，不该死的看头鬼呀，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，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。哎，喝了我这碗酒，阎王也不敢把你留。小生惯不会饮酒，最好劳师傅破费呀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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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喝酒三碗，难过鬼门关哦。不喝。啊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了，你看让他喝了。你慢着慢着慢着，慢喝慢，慢着慢着慢，慢慢来。哎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，如何？嗯，好。哎呀，老爷，我这个酒厉害呀。哎，你知道这个酒，哎，这哎，把碗给我呀！啊，嘿嘿嘿，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。好。
放心去吧，放心去吧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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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简直是杀人。哎，所以你小心，就是看看就要杀人了。哎呀，王六啊，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。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。都去看杀头？可不是啊，不会有人买了。这样我和尚买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都给我。哎，好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，给你钱，棒钱，棒钱，棒钱，拿来，拿来，给我，好，拿钱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和尚，我的糖罐，快快快快快，跟要吃糖，跟我走，跟要吃糖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我的糖罐。慢点啊，我的糖瓜，我的糖瓜，快走，快走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不对不对，往后退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后退，后退，都别急，都别急，后退，往后靠，往后靠，往后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往后退。天哪！开大问斩，刀下留神！哎，你醉了啊？醉了！你疯了！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？老爷，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，那和尚叫他留神。是刚才那和尚？听我好，听我好。我听，我听，我听。叫叫。刀下留人。再叫。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。这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吧？啊！还想不想吃？想。你们看，老爷那个桌上啊，那个天桶里头。就有糖呢，快吃！快点去！别吃你！别吃你！哎哎哎！滚开！滚开！下去！走走走走走！下去！去去去！你们都给我下去！走开！走开！走走走开！搞什么鬼？见鬼去吧！开刀问斩！开刀问斩！快醒醒，快醒醒，你起来呀、啊！张班头，在，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和尚在捣乱。我的车，那是我的车，我的车呀、啊！追呀、啊！我的车，站住、啊！我的糖罐，站住！Thank you.
过来喽！掌柜呀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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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给我注意！您的车吗？果然在这儿啊！走，走走，追，走走。娘娘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。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。你放肆，大胆，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。锁了。这。哎呀，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？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，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，为谁断肠啊？你要上那个书呆子，可是呢，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，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？你大道回府，走。走走走走。戴风和尚，戴风和尚，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？叫什么名字？贫僧出家黄莲寺，法名叫刀下留人。听着，刀下留人。有叫这个名字的吗？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。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，杀戒莫开，刀下要留神呐、啊。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，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，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。老爷，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，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、好啊，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，戏弄本县、给我按倒，打50大板。哎呀，老爷啊，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实在是要打吗？少打点行不行啊？不行。50。20。40。25。35。28。30。好，成交了。嗨，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。大老爷，替小人做主啊，替小人做主啊。大老爷，替小人做主啊，替小人做主啊。你是何人，告什么状？我是卖糖的王六，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。哪个和尚？
啊，是哪个和尚？大老爷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。王六啊，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！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？那你看，不是在这儿吗？我的铅筒呢？哎，铅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？老爷，我的这个，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？还告我吗？大老爷，我不告了，我不告了。你看看，大老爷，你看看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，历代逃家。老爷啊，你可要留神呐！老爷，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。不打了。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。怎么可以不打呢？明明说好了打三十大板嘛，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？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？走出去。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。出去。张馒头，阿仔，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，为什么不恨他，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？大人，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，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，岂会有错？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。大人，此案已断，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。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。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何人在击鼓？青天，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？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。大人，别说了，你这个疯和尚！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，什么阴天大老爷，你胡乱叫些什么呀？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，老爷要是糊涂啊，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。带进去，走。快走。又是你，你又在击鼓啊？回大人话，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。结账？你和我结什么账啊？咱们说好了，你是要打我三十大板的呀，怎么又不打了呢？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。哎呀，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，这三十大板不了结呀，我睡不着觉啊。呵呵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，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。对呀，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。我在想啊，这屁股打错了吗？顶多是白疼几天。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，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？所以呀，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。这是什么话？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，莫非另有话说？请问长老，您究竟是谁呀？下去吧。是。请问大师父法号？贫僧道济。您就是济公长老啊？
哎呀，本县失敬，不必客气，失敬了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，杀戒要慎开，刀下要留神呐。哦，莫非这苏大进一案，别有隐情？心如明镜，这既是明镜，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？嗯，没有啊，怎么没有？你看你，你看那个，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，一切并不难明察啊，请看。谁呀？三娘，我帮你跳，来。还是我来吧。慢点。这孩子。三娘，苏相公，苏相公怎有空来？请坐，快请坐。小生多年独居，空负春花秋月，近日捧读诗书，感慨姻缘难寻。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，任老师，只是阿嬷顽皮，家境贫寒，怕连累相公。不不不，若得三娘垂青，贫贱也甘如饴糖。苏相公，阿毛真是个乖孩子。哎呀，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，我给你缝上几针吧。来，不不不，那就多谢三娘了。三娘，你看今天风清月明，我们何不不，这不行。三娘，韶华易逝，红颜易老，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。三娘，相公，这不行啊。圣贤之训都忘了。
荒唐，真是荒唐。谁？不好，我就这么一件衣服，明天怎么好见人呢？也罢，少不得再走一趟，向三娘讨回布片，再向三娘赔个不是。三娘，走。苏大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干了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我，三娘，出来！这是什么？三娘，他干了什么？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哼，人证、物证俱在，带走！哎呀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，大人未换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没事。啊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呀。刀柄在手，更要留神，稍有不慎，就添莫大孽债。告辞了。长老下榻何处啊？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。大人早些歇息吧，明天还安排法场呢。不，明天不杀苏大进了。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。老爷您不必多言，下去吧。是。哈，担待了啊，今天在这里挂单。莫见怪啊。过来，这里好玩，过来慢慢走啊，慢慢走，哎，一步一步走，哎嘿，哟呵，哦，啊，好玩吧？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，嘿嘿，还给他吧。法师，
看来此案确有蹊跷，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。你慢慢往下看吧，好戏啊还在后头呢。哦，嘿嘿。哎，张白头啊，你的头怎么了？啊，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。哎呀，班头老爷啊，我倒下留人劝你，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。啊，好。嘿，啊，请。刀下留神呐！哎，你这骨头太大了，你看这一刀下去啊，你看这块肉怎么样了？吃不着什么肉了呀！哎，真是哎！哎呀！哎，啊，拿着吧。谢谢啊，好走啊。方大人在呀、啊、哎呀是大事、啊、哎呀贫僧好想你哟、啊、请请请请坐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。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、啊、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、哎、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、哎、那不必太急，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，时候一到啊，一切自会明了。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，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？嘿嘿，活佛有所不知啊，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，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，一心办公事啦。好啊，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，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。哦，哎，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，一是与我共事化缘，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。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。哦。果真如此，嗯，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。哎，走走走，请请请请请请请，跟我来，请请请请。哎，老爷啊，前面就是小庙了啊，慢慢走啊，哎，慢慢走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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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你当心吧，快快快快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呦，慢，哎好，哎呀。你看看啊，哎呦，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！走，慢慢走，当心啊！大事请前行，哎，好。大老爷请进，好。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？哎，有杀气嘛！一。二三四，哎，嗯，还有人呐？嘿嘿，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，有一个位子啊，就有他一份儿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哦，嗯，和尚爷爷，我渴死了。啊，好，喝水，来。我这有水，哎，给你准备好了。阿猫，在这儿呀，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，把我都急死了。李三娘，你看这位是谁呀？啊，大老爷，您夫在。免，起来，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，来，一起坐，哎。阿猫，
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，你呀、啊、今天就给我多喝水。嘿，坐坐坐坐。哎，怎么还有一个人吗？对呀、啊、这位客人呢、啊、他是不请自来，马上就到。冯和尚，哎呦，坏了我的事，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。大侠留神，大侠留神，大侠留神、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。哎，大胆。老爷，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，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。啊，刀下留神，刀下留神。阿嬷快点点。这只也给你。哪里逃，站住。张白头，你自有好前程，何必如此呢？方大老爷，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，那小娘子是大爷我。是你？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，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，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，这案子不早就结了。果真如此啊，老爷，民妇有苦难言呐。我若说了，母子性命难保，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呢。我和你拼了。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？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。哎，本县真是瞎了眼呐。方大人呐，啊，果真心如明镜了吧。老爷，你今日可怪不得我了。你啊，方大老爷，你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，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。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。嗯，倒茶。今日平生最得意喽。这孩子尿啊，实在憋不住了。你往哪里逃？好大胆！我叫你刀下留人。你看看老爷啊，悬不悬呐、啊？你看看悬不悬呐、啊？哎呀，嘿嘿，真是要留点神呐、啊，嘿嘿。这才是真犯呐、啊！走，走，嘿嘿，应该让他上那辆车。阿毛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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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，真相大白啦！世上有佛又有魔，是佛是魔皆自作，
皆自作。皆自作，上上方心交。